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哈在插一个直播哈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个月亮，那月亮非常的大哈，那这个就是今年的超级满月哈，再过几分钟哈。7:23的时候呢，就是超级满月，那就是85年来这个月亮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啊，那它非常大哈，比平常整整你看到的月亮会大了14%。那所以各位哈，要趁这个今天晚上哈，好好来观察我们头顶上的月亮啊，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。从7:23哈开始是最大的时候。那你如果还在家里啊，还没有到户外啊，那就暂时放下你的工作啊，走到户外抬头看看天空啊，这是相当不错的啊。那7:23也快到了。